Fahir. Tengok siap.好，偷偷过来看他上来。这样这样这样，你要录他吗？还是要不用拍照就好？我要拍他上来。快点！快了快了快了！那么快？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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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哪有？就要了就要了。你用录的还是用拍的？刚是用录的、啊。哦，那赶快开始录了。为什么？它明明就还没有出现。它一下就会冒出来了。没有啊。好，差不多了。自行车才刚走。是吗？是不是快要来的意思？应该是吧。一点阴影都没看到，来的。从直线路。还会减速啊！三兄弟。丸子，三兄弟来接我们了。嗯。还要转弯呢。咔哒哒哒哒哒。停了，要做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？第一个。这个啊。第一个。蛋。嗯。哎，他是他舌头的。哎，哪里看到个声吗？哎。从4:30到1:00，太久吗？也没有啊，休息啊。我在想说，我去厕所完就先去逛个商店呢，不然你大概还要等我。没差。就咻下去了。我们很少坐往下的缆车。嗯。它三个门都关好，才速度才有点快吧。看不到东西。要去坐前面吗？不用，我懒得动了。我去。你可以去看一下。对啊，反正都看不到东西。左前方啊，这时候就可以拍隔壁的三兄弟，大概到在下一根黑柱附近。你都拍他上来啊？可以拍照啊，你可以看到。他排成一排的时候，其实看不是很见。大概偏左边吧，而且你要趁现在找一个水柱少的地方，大概等一下就要交汇了。录影好了，那我用拍的。我们往下，另外一边的丸子三兄弟往上。拍了，很好。哎呀，超短缆车，被挡住了，什么看不见，回头都看不见。那就那个喽 ，Giant 上。哎、欸，那我戴一下雪镜了，因为等一下是 chair， 是坐椅子。
是哦、喔。嗯，吸不到气。去拿一下雪板就可以去旁边了，就去坐椅子上去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要穿着。对啊，他要穿著。要穿着椅子，要穿着。只有两个小孩子。自己坐，还带菜篮。菜篮不是他们的。还是他们是买月票，他们要上去买东西。出口感应。这两个是竞速的吗？你说他们穿得好瘦。这时候才跟你收票。对啊，也不是收票，就是那个。对啊，你没有票，你就刚你不是进来说不用票，奇怪。一定要票，我是说怎么没有感应？对啊，因为它设在这一个点。嗯。就。哎，又一个来了，你看。你说我们很挡路，谁知道嘞？现在这样一路滑下来，他们应该是滑最左边的那个竞速道吧？还是他们在？比那个再便宜多少？就是加三千的话，就是加三千再减四百还是六百？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？加餐券然后再打个折。吃得饱饱。要一人一台还是一起？啊，都可以啊，轮流好了，你先吧。我先啊。对啊，你先啦、
的东西都丢在这，他们东西都放在这，然后要准备凉了，开始，要加速，这是比赛场地吗？还是怎样？风阻啊！很酸啊！好了，走了，要走了吗？那你先啦。我先啊。哎呀，这里那么平。啊怎样？都可以啊。怎样？继续吗？都 OK 啊。就这样，哦，他都那么远了。那我们比较慢的下板下，你说什么？你好像滑得很回山。是啊，是啊。为什么还要停下来？就是慢慢来嘛。哎，我以为你跟在我后面。完全没有。为什么？啊？就是刚吃饱，第一次滑，就是先比较保守一点。嗯，还不错啦。很宽啊，前面很陡。对啊。要再滑一次吗？不滑了吗？好，再滑一次。而且今晚我来到这，
好，再来一次。一起吗？去量他们的，他们在量速度。对呀、啊，我刚刚就一直在看他们，我就是觉得他们跟着我踢的大腿很酸。嗯，啊，他们还让大腿都很酸，根本就没有感觉到酸。我看着就觉得大腿很酸，就那么踢。转车就一个缆车没了。对啊。还是转车就是一个线。一条线一个缆车。一个雪场，它叫一个雪场吗？是一个。它叫一个雪场。就是一个。它到底当初要怎么经营啊？它不跟大家合并，谁要来啊？嗯，反正现在都合并了、啊。对啊，我说它不跟大家合并，它要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嗯。孤单耶。他们都在练这一个，啊，这一堆人都在练一样的技巧，什么技巧？就是类似小转山下的那只脚会喷出很多的那一个，就是踩很重的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用有了这个技巧的话，其实没有回山，速度也会降很多。就在刹车。对对对，因为都在刹，但是山下脚要踩的非常非常重。它比较直线，比较没有那个。有了有了，还是速度快了就有了。他们都压车压好低，就这样这样压。因为你要重力压，施加的重力很重的话，我要怎么解释？
你要踩得很重的话，你要有个弯，那个弯的离心力才会用力的挤压它。所以弯的越弯的话，踩的越重，然后喷的越多，这个也是。它就是喷烟，就是减速的状况。哎呀，你喷烟真的就不会冷吗？不知道，为了求快，可能不冷吧。所以我们坐车经过的是那个山洞，就是那个山洞。我刚才也在看，我想说我们坐车是，对啊，就是啊，然后我就说这是 Giant， 对，我们巴士就是从那个洞洞过去。云在动，而且动很快啊，下面这一层不知道那些云海是不是还没散开，下面都起浓雾啊。那种脚印，哎呀，就不见了啦。那没有不见啊，里面还有。他应该是跨过雪场，不知道去哪里。嗯。其实雪场的又被压过，又看不见他。是啊，是啊。这个感觉很熊掌哎，那样走过去的。真的不是吗？他在是不是还在讲发生真理吧？我知道没有啊，那边亚马达职业，我知道声音有车子吧？声音，他们都有上学练吗？不知道。志贺一到 Tunnel。比起上次好滑多了，超多，就是顺顺的一直下来了。上次好像还粗粗的。上次下半部积雪多，上半部冰面多。看你这个脚也很大。对啊。我看不到，我就想说他们是不是就躲了，坐在某处就不动，你也看不到他。对啊，搞不好那里一直这样。我们看不到。这种是兔子跳吗？声音很大呢。就是，但距离有点远啊。它是兔子跳吗？咚一咚一咚一，两只后脚一蹬。
里也有，这也有，都超密的。嗯。我根本没办法喷出那么多烟啊，我就一直在侧滑，我没有那个加压的那个 pose， 压身体压不够低。要再一次吗？要再一次吗？要啊。要，好，那再去。哦，好。
变小，变小。很快就下来了。啊？很快就咻下来了。上去比较慢。我们不是一点快一点能出来啊？是啊。啊，现在一点半已经第三趟。哦。你要吃喽？不对，吃不下了，不行。吃不下，三等烧太多了。但是我想吃啊，明天也会来啊，后天也会来、啊、会来就我们那时候明天的目的是为了吃四小屋的午餐嘛，对不对？就水果刀就带着就好，我真的很想买那个苹果。那就明天买啊。不是啊，现在不是买不买的问题，是我没有水果刀。对，不是说要用咬的吗？总之明天用的目的是四小屋的午餐，所以上午奥智贺，然后 family 滑一滑，接着四小屋，接着吃午餐，吃完四小屋的午餐再坐上去一趟，可以滑过来又滑回去，你知道我说的意思、嗯、然后那个时候从那边过来也可以吃甜点啊。今天不吃哦？都可以啊。那我就想着今天要吃，因为这个实在太饱了，但是明天的那个可能就没那么饱。你觉得嘞？明天真的会来吗？我们全山也只能，全山也可只能在这里逛来逛去、啊。西馆山我们好像没有去过。你说哪？西馆山我们有去过。有啊，这里坐缆车，我们可以坐西馆山的缆车。那边有两条还是三条缆车、嗯？对啊。那西馆山我们滑过了。还有那种。走错缆车的，西馆山缆车我们也坐过。那你这次冲很快吗？我追不到，我算了。嗯。啊，冲很快啊。嗯。你看那个从莲池湾池回来的话，会走这条路。莲池湾池就不会去了吧？我们也可以等一下岔过去又回花回来，那边就雪场了，有什么？嗯，我怎么觉得这个是上午碰过的人？后面这一对老夫妇有，他们一起的、啊，然后带头的那一个是个练单脚滑的人。哦，那我不知道，我知道后面那对，因为男先生看起来很严肃，在我们在那个四角屋下来森林步道那个时候，对啊，就这些人。肉吃完，好，肉没有吃完前我们都不再买肉了，嗯，先都不买，买到就要像之前那样吃到冰箱是空的，嗯，才能再买，嗯，因为不然我不能确保我能够在搬家旅程吃完，嗯，就是尽量常吃可以讲的，嗯嗯，蔬菜都买可以跟可以讲最多了，一起炒的，蛮酸蛮苦的可以讲。因为后来我都不买高丽菜啊，就比较难配啊。哈，嗯，高丽菜后来那个味道好臭，我不喜欢。嗯，我喜欢春天的高丽菜。
现在又没太阳了。有啊，在那边啊。我是说，雪场已经没有那种一半被照到的感觉了。所以你是觉得我们要回头了吗？也没差啊，现在不会有冰面。现在不管有没有太阳，雪就是这个样子。不是，我是说天黑的问题。天黑哦，四点可能是天黑。不过那个很会叫的。而且他刚是说话吗？对，他不会是讲中文的吧？话。真的有车子要出来，听声音觉得有什么？本来就在等，还好我们今天来了，真的。都不错啊，好天气，什么东西都拍到了，然后云海也真是意外。这个红蓝衣服的都是教练吧？上面也有一副正在教的样子。这个有在上课的吧？跟他偷学。这个人就滑过去了。顽池莲池之路啊，滑得过去。滑不回来啊。推得回来。不要，要推的我都不要。我们板子的材质跟雪板的板子的材质是一样的吗？一样吧。它是，这是现代的新产物，各种功能的东西，高热高压夹起来，每一层都有它的功能。啊，这也是我们的 binding 比较重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板子拿起来就比他们重很多。binding 吧。我能掰定里面还要有那些机关，还有卡榫的控制，那个卡的结构跟控制要卡多紧，以及调整的弹簧，一大堆有的没的。他们不用，他们只是扣住固定，他们只要固定，他们不会脱掉，用不着脱掉。我原本呼吸很就是想流鼻涕，是吗？就塞鼻。
我刚刚就是在练习小转的那个基础的那个，对啊。我一直离你远去。怎样？他也有这样子哎，他也在练那个吗？好，你滑吧。好。怎样？很好啊。可以啊，就这样啊。可以啊。就是重心有点接近是很厉害的那样，虽然上面的姿势感有一点怪，但是最起码你的上半身已经有比较朝下一些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你有那个感觉在了，所以很丑啊，还好啦，姿势重心越来越对，就会越来越不丑了。好了，你要先下吗？那我先下好了。休息一下。好了，下了。你说你没有做成圈吗？就不用很大的。没关系，在这种陡坡上啊，即使是刹车也是一种练习，因为最后刹车就会变形成小转，所以你即使练刹车也没关系。重点是重心上半身越接近三角，就是越对的，就是这样。这样，你要走吗？没有。我先走，那你帮我录起来。好啊，我正在看着啊。好，走。还要？要哟。那就去吧。吃苹果派啊。都好啊，原来你是为了苹果派。我不就说明天也可以吗？还是两天都要吃？看看，他这次有觉得还是这么好吃，你就想吃。
你记得很好吃吗？我记得很好吃。那就吃啊。那些有可爱的小姐，看到可爱小姐，如果她有在，我就要跟她讲话，就我又来了，这样。安丹丹咪咪咪，好，阿姨咪，行きます，阿姨咪行きます。啊，你干脆把之前的照片找出来了，找得到吗？对不起，我刚出一下力就嘿，出拳嘿嘿。可能是后几天的照片，因为今天的照片是这边，也有这边，但是像之前王子那边的缆车人员就没有。好像只有一个男的看，好像看过之前，其他的都已经不认识了。没关系啊，你居然记得的人啊！你之前不是也说有那个？哪有说？我有说过人我认得的人吗？不是认得，是上一次吸管的妹妹。没有，还没有，没找到还是没有。哦，我有相簿，相簿比较好找。嗯，没了，怎么那么少？是忘记收集相簿吗？不是，是玩太快了。他今天居然没有帮他们打灯哎，今天那个灯是关着，还好我手机才出来。哦，你有拍哦？有。我一看没灯，我就没拍他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是雪板的、哦，这是另外一个。对啊，总之印象中去年有两个板子嘛。有啊。就是一个拱多拉一个。跑掉了。怎么了？有分相簿比较好。早餐吃面包汤，那美华住的是住早餐的旅店，有可能啊。而且难得的是，一人住价钱也蛮便宜，因为通常这种。没了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没有可爱小姐？选完了没有可爱小姐在这？难道是在我那边吗？有啊，哎呀，对，有了吗？我把它停下来了。多少？1月9号，苹果派的一人一片。嗯？一人一片，不大片。嗯。好，这趟下去就吃苹果派了。哦，两点了，跟我想的差不多。我就是在等到两点。难怪一直滑，一直滑。多点点，多吃点。爱吃鬼。那我可以再来杯饮料吗？随便你啊。这么好，这里便宜啊，是吗？580，二四国价钱吓到我了，不是一杯应该300吗？嗯、啊，还有喝到饱。喝到饱。那是白马。还是哪里？白马、啊，没急是喝到饱、嗯。对呀、啊，普通的是喝到饱，然后我们通常都偷偷两个人一杯，真的喝够本。因为机器超便宜，一杯有没有100块？一杯也不到100块。也是啊。对啊，一大方便。这种是，他怎么？他身体朝山倾，太重。那待会等会，那我们雪板要插哪里？吃出来的还要抓眼球，还是就要换线了？吃出来就换线啊。那所以我要问雪板要插哪里？插在还没有太下去的地方，在餐厅就太下去了。上面有个加速波，要插在波上面。波上会挡路。对啊，所以也可以插在缆车站旁边。
然后再走过去。那他俩是在旁边走过去，那倒不如待会就滑到餐厅前，只是要多拿着板子走过去，因为你这样也要走两趟、啊。但是是轻轻松松滑下去，不用拿着板子走来走去。看你觉得哪个好？他不错，比较酷酷的。我一下，因为我们是早上来，我因为不能跟他讲，我还有就跟他讲昆虚啊，他就没有表情，酷酷，老的没有表情。我只是觉得他们工作很无聊，而且一大早做，我都一定会跟人家说，我还要过来吗？嗯。你转过来我看一下，咦，有有什么？就是你有边路边冲啊，你现在的电已经不是细细一条线了，你的电变成一格，了不起，细细一条线就是没有越路越没电，这样有越冲越电越多，那这样子你就接不起来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就断那小段而已。我之前只是试图想说可不可以左右两个一起，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子也看不清楚东西，所以就没有再弄。但是我觉得连续不断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。没有车声，安静。嗯，很安静。通内路。有了。刚进来而已。这声音你们就听到了。从另外一边进来，从这边还要过一阵才出来。小动物都看不到，这脚印也很大。我看到迷路，就是山上真的有迷路吗？那不是迷路，叫做什么日本驼鹿还是什么的东西？有脚吗？没有脚，没有脚。所以有人拍到都会说那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没有脚，但是是四只脚的动物，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。有人说山神就是画成那个样子，就是前面长个胡子的四只脚的动物。感觉这里的树上的雪比较少，被太阳晒掉了还是怎样？啊。不管今天他们龙掉了多少，我们都已经拍够了，已经先拍下来了，看看明天如何。它就是插的歪心的吧？你说什么？这个材质有点倒的感觉。它是连壶盖起皮。嗯，就是可以过去啊。有一个问题是，我好像是被我的雪镜压住我的鼻孔，对，我左边鼻孔。是这样吗？走了，你勾住我的板子一直勾不起来。什么？你说他们东西要拿走了？还是再更高一点？不知道。哦，又看到太阳了。能不要吃药就不要吃药，我啦。弯的，这就是你买给我的了，不是吗？是吗？你上次凹断了。我那凹断。你不是凹断，你是凹歪。凹歪的还放在我家嘞。
好了，转转转角练习，我在做转角练习，你可以做单角练习。这么斜的坡吗？好像不是吧。前面就不斜啊。你说鹤角？我做了几下而已，我也没有做几下，因为我觉得我马来西亚有那种企图就可以了。你在想着这件事的同时，其实你的重心就全都跑到右脚去了。怎样？啊，走了吗？啊？谁先走？我看你啊。有，因为很勉强。其实你做的姿势是躲很远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有啦，有。我刚就跟在后面录了没？可但是我可能也差不了多少。对啊。就是我们都还要想办法矫正上半身的位置。其实真的坐到很下面的话是会停下来的啊。没有停下来就表示是假的，只有上半身这样，重心不够真的下面。怎么可能？真的可能。真的有坐的话是停得下，假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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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山了。如果你真的做得够的话，会停下来的，会原地停下来，完全变成刹车的。你就跟膝盖同样高度贴住，贴住。你现在左手贴住滑滑看，贴住，有没有很慢？你看中间都停下来了。所以这个重心比较对，然后刚刚那是假的，会回山，是自以为有那个，但是上半身有躲掉那种。对啊，我的话，右边往左转，我会做的比较假，就是没有那么会停，但是我的。左往右转就比较会停，就比较真一点。不然你看我看有没有差别。不过这个坡是弯的，所以其实也分不大出来。目前是右边高左边低的坡，然后下半部是左高右低的坡。他摔倒了吗？啊？他没有摔倒。没有欸，他们的烟都好大，我们都怀疑人家摔倒，但是没有，他们只是转弯而已。
如果可以跟着他滑就好了，跟着他的路线就是对的。怎样？你要接着滑吗？你要接着滑吗？就是你先滑的意思。哦。好。那边一个小坡度，下面就要推一下了。对，算了，推。哎，本这边的哎。对呀、啊。我觉得里面是在那个有是人客人哦。很多吗？不知道。或者说，大是有人在收东西。有人吃，有人收啊。滑的。鞋子上都是血，哎呀！松松松！走了，两个，可能刚好用一张。你说什么？他三点关。哈，我们现在也才两点，不是吗？不知道，要坐窗户那边还是？就直接给他点啊！等下我看一下多少。Apple Pie 的两个吗？嗯，喝大支。那我就用一张。要咖啡还是 Coffee Latte 好不好？好，都好。好。Apple Pie 不干事，都。哎、欸、coffee ore 哦好嗯、哦、OK 那个嗯 apple pie 都嗨都 coffee ore 叫什么就哎你的嗯很有钱哦 $1,350 那个应该是卡手机吧那边呢
你用卡懂吗？对啊，能用就用。刚刚没有 JCB 欸。哦，那算了。那就用现金啊。不。那我们对着外面用。好啊，好啊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そしたら、はい、we call you 65. Okay. Over there. Okay. はい。We call you.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个不是长按，它会关机吗？侧面长按，对啊。哦，他想要存。SD 卡一阵才会关。你要。